最后的幼女。最后的幼女。看一下地图。看一下要去哪边呢？三方路。等一下，先去找那一个白发少年哈。把底片换掉。幼女啪啪走，这地上这两只，这两只几岁？好像15岁的样子。真的，先去找白发少年呢。哦，有黑画面。来带姐姐来看白发少年。伊月くん，哎，不见了。啊，去！有人把窗户关起来了。
요요 어디 좋아? 没事就真的。 好像是要离开这个地方吗？是什么？没有。走原路回去。他说那边正在准备祭典，不要接近。5个血。不要接近的话，要走哪里？不是，走哪里？要过去。想太多，没有那种东西。姐姐呢？这样子只能走这边了。这是什么？有亮亮。又是一个祭坛。
这边有门可以进去、啊。里面有东西，可是那个门被关起来。有木？腐朽的木头。好像有什么入口。嗯哼。呀。嗯，有风车。痛痛，痛呀！嗯，咚，呀，又消失了。喵的，竟然有变态！近距离特写。炸了里面的双胞胎，亮有亮亮，耶稣虚者的笔记。仪式的，地下洞穴，又是，又是蜜穴。
后面那个好像有，诶，那个是。被封印的那一个地下洞穴吗？又出现了，在哪里？啊，被惊到。矿石不止，可我看看一下，哦，我灵能力很高。消费零点三，要不要装一下？嗯，我现在点数有八万哦，八万点。请退散，萝莉招来。封印解除。我召唤你，萝莉。幼女降临，呀。哦，就是二零退下，二零退下，二零退下。没有拍到。
被叫外地。正好，正好。太多，可以进去了。都没有那种东西。以及操劳过度。私たちのせいだよ。哎呦，你真假？樹君は私たちのせいだよ。嗯，这个不是那个风车的那个。锁匙。八角菱形的锁匙。嗯，有亮亮。姐姐在发光呢，お墓の一番奥、祠、土原のお墓に。双子の家をつなぐ橋、人形、壁の中に隠された。墙壁中隐藏的着物の箱の中隠れてる女の人が嗯，对啊，就跟那一个机关一样啊，它有风车的那一个那个洞。亮亮亮，
还要再拍一次。你的写真。所以现在要回到。お墓の一番奥、祠、土原のお墓に。你好。瞬间的幻觉。姐姐要让妹妹先出来。有两个洞。有两个洞。看一下。是出去的。那这边呢？两个洞都是出去。所以现在要去找那一个白发少年被关的那个仓库。一个通往墓园，是啊。存档，存档。我一路上都没有变态。我出现。祭りの前にもう一度会いたい。我呀。私たちのせいで。转错角度，没有拍到。
弄掉。消失，那不是上吊了吗？有亮亮，零号底片。上吊的人质，那尸体呢？怎么没有尸体？安装全部的地图。记那么多，旁边有个楼梯，进不去。有亮亮，一片。有一只手手。
是激动人偶吗？那是贞子啊，他怎么还没挂掉？不是升天了吗？啊，等一下啊，等我十秒，换个底片。就存档，有亮亮。嗯，红板家的家徽。那边也有捉迷藏。玩捉迷藏的小孩子，我亲。有震动，特殊镜头是啊，嗯啊。这是哪里？地洞。哦，这边是那个秘密的通道。
怎么又是这一只？那你不是升天了吗？善的位了，見つけた。小顆的石頭。那么喜欢加班吗？只有一个门而已啊。是幼女娘，看到一只幼女，念珠，珠珠入手，珠珠，嗯哼，有亮亮，那怎么过去？民俗学者的笔记，哒哒哒哒哒，也那么多。再少一只，哦，出事了。小孩子出事。抱抱。
直接，让幼女升天。战斗！我按了没有反应。啊，被一群幼幼的包围。时间秒被摸破了。被小孩子轮流摸摸。
升天去。嗯，但姐姐让你升天。那是小鬼。通通升天了喵，是小鬼，有亮亮，新的零件，哦，获得灵力的增加，哦，不敢不敢。下一个，嗯，上次有拿过丽花的那个风车徽章了，红本家丽花红生，然后黑泽，总共四个啊。再到呢，啊，又要再来这里，龙生家。风板同身，嗯，有文件呢，等一下。
了打叉叉的位置，是这个吗？风车的徽章。这有三个。嗯？哦，对哦，我现在也只差三个而已。人偶师，进来就没有标示那个位置啊。时钟房，记录点。出现了什么东西？移动人偶。
B 的一部分可以打开。在房间里面。14式的底片。是这个吗？刚刚那个好像是戴眼镜制作群的照片。诶，这边有一只。那个没有反应。安全装置启动。没有空隙。那个底片。关厕所。为什么它不会空隙？左上角的鞋都不会扣。
纯粹是激动人偶，所以不会扣血。受感受感，那用一般的底片好了。几次都不会扣血，被摸到，我按下去他们来不及。但是机械人偶也可以升天。哦，嘴巴有啊，他刚刚有嘴巴，他只是都不抬头而已、啊。出来了，不够血，大补完注入。旁边的楼梯是通往哪里？通往这边呢？放映室。要回去那一个烂掉的木头洞穴里面。
记。有亮亮在哪里？念珠。这边出现了什么？回原的墓碑。我哪看不清楚？亮亮，大补丸。嗯，吊桥。这条路还真远呢。哎，这是，嗯，哎，这里不是一开始的地方吗？先存档。直接通往这边来了。哪边有写那个啊？看不出来啊。
有亮亮。已经出现了那个落枕的女人。咚咚。啊哈！落枕的跑出来了。落枕，落枕。在里面睡觉，睡到落枕。哎呀，被摸到！我卖萌的 没有锁定。对啊，又没锁定了，好奇怪。直接躺回去。那没有掉什么东西。真是不好走。
开门了，那个刚刚这一个。小池塘那个东西，现在三个都拿到了。要回到这个小穴里面。按错，按错。姐姐，你还活着吗？伊月君は私たちのせいだよ。啊，按错。私たちのせいだよ。伊月くんは私たちのせいだよ。把底片换掉。要来转圈圈了。一样，六次，一次有六次。黑黄绿红，开了开了。地下装置启动。人设的那一个后门打开了。地下的封印被解开了。これで、伊月くんは。这样子，地下的封印就解开了。大量的幼女要被释放出来了。だって、もうすぐ帰れるから。真是的，姐姐，你喝太多了。冬之客，最后一张。姐姐，你喝太多了。我说地下的装置。所以现在去神社。この上の神社に行けば村から出られる。ミオ。
变态出现了。出现红圈了，啊，坏掉！
上升天了。姐姐不见。又算跑了，真是。过那一个桥。お姉ちゃん。正当点，那进去神社里面的话，直接就结局，那不是就是绕跑吗？要不然怎么会马上就有结局？哪边有亮亮？东西啊，没良心的妹妹。贝德的妹妹。吃汉堡而已了。瞬间让你升天。
量停不起来。珠珠有两颗，精灵强化。哦，现在有130,000的点数。承担点，想太多，有亮亮。大补完。所以要去哪里？直接从大门进去。有亮亮，御神水，圣水。里面又不能用手电筒，地毯在佛间吗？有亮亮，十四的底片。现在要换到姐姐。那边不能走。这里也不能走，被挡住了。二楼，啊，是蝴蝶。一緒に行きましょう。一緒に。
一緒に行きましょう。一起去吧。阿虫的日记。地下储藏室，地下储藏室不能从这边进来。有蝴蝶，先走这边没有错，跟着蝴蝶。也都是黑的。啊，消失啊！跟着蝴蝶就可以买酱油。61号的底片，会有幼女的灵魂帮你开门。等等，节奏，哼哼。嗯哼。全身绑绑，丢下去。那个男的不是民俗学者吗？被当成人柱，好啊，换底片，忘记。零四只有7张。94、23，剩90号。哇，扣血扣好重。
竟然叫了帮手。零退下，为什么对不到焦？白白的物体啊，讨厌。解决了，
的时候可能不能对焦啊，讨厌。判定真的是太神奇了，不对，黄圈没有。变态大叔，有的说是看一下，真的，他那个对焦判定真的好奇怪。有啊，先存档，因为刚刚打那么久。是2003年的作品哦。是啊，拿相机那个啊。我不是有打相机少女。又是一个地下秘穴。泡泡泡。
没。还会跟过来，会跟过来。哈哈，不见了，哈哈哈。加盐怪叔叔，啊，加盐的那个怪叔叔很变态，都会到处乱摸。开门之后就不见了。被摸到，我扣血扣好重啊！死死变态摸那么用力，会坏掉，摸那么用力坏掉。他怎么冲那么快？呼吸，呼吸。点开坏事，哎，等一下，我94的底片用完了，不会吧？过分哦，再连续啪啪。冲过来，那个红圈的时间超短的。
ひな。やった。这个地下密室怎么那么长？把底片换掉。后完全不能后退，是很讨厌的。这边用掉很多大补丸，嗯，有亮亮，有灵的底片。
った。姐姐的，嗯，怎么抱墙壁？黑默默的。旁边是之前有经过的场所。台语不懂。那我们结合成一体吧。你终于来了，我一直在等你，让我们结为一体。把底片换掉。进行仪式的双胞胎。还在亮，为什么？成根子，ずっと待って。被丢下去。
等一下，一片。94的时间。我一半的血，鬼升天了！哦，强烈的震动，整个地下面穴都在震动。哦，好险，没有被摸到。过来跟他相会，在这边等着你。さあ、始めよう。咚咚，发生什么事？私たち一緒に生まれてきたけど、開始進行儀式了。やっぱり別々に生きて死んでいく。分かってたのに、分かってたのに。お姉ちゃん、
ずっと一緒だから。うん、いつまでも一緒にはいられない。でもこれで一つになれる。想是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这样的话就能够成为一个。殺して。どうしてあの時殺してくれなかった？その手がそれに負けたくない。子供の頃からまず離れてたのが怖かった。ずっ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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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人合二为一了。赤い蝶。嗯呀，配了配了。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肉体就丢下去。
是幼女主角都是这样的。镜头一边使劲喊吃货，大群就这样围过来，每个都要摸摸抱抱。长一级模式扣血不应该都比较少吧？哦，还有后续。嗯？重叠的刺青。一緒だよね。約束だよね。是的，一下，很急一，超惨的。一休 model 追加，达拉里 model 追加，一休，幽灵的清单追加，相机的新技能追加。追加了这个影像特点，开心的场景。好，看一下，影像特点13/2003版。字幕Twin sisters have found themselves trapped in the lost village. 待って、ミオ、お姉ちゃん、早く。 On the day of the ceremony, the village vanished.その場所を見てはいけない。
心。一人で逃げて。お姉ちゃん、どうしちゃったの？お姉ちゃん。祭りが始まってしまい、早く逃げる。でないと大切な人を失うことになるよ。One sister kills the other. お姉ちゃん、ずっと一緒だから。但是老魏好像还蛮喜欢这一类的。Fatal Frame 2 Crimson Butterfly 英文标题，对啊，我设这个英文标题，因为它 Switch 的分类就是这个英文标题，我就用这个打，然后最近就吸引不少老外过来这样子。影片内容与实际部分仅供参考，不过姐妹洞是真的。姐妹洞好吃啊，他没有把幼女配出来。Twin sisters have found themselves trapped in the last village. 13的时候，就先赶工作出来那种放映片。On the day of the ceremony, the village vanished. 对啊，就像泡面的封面一样。就像麦当劳的产品照片一样。その場所を見てはいけないんだ。口にすることすら禁じられている。これが遮影機。ありえないものを映す。さまよう魂。閉じ込めることもできる。出现了。祭りが始まってしまう。早く逃げる。でないと大切な人を失うことになるよ。最好是他可以跑得快。The ritual. One sister. お姉ちゃん。Kills the other.
ちゃダメだ。Sisters have found themselves trapped in the Lost Village. On the day of the ceremony, the village vanished.是刚刚的片尾。
那个片尾有差吗？要你私たち一緒に生まれてきたけど、やっぱり別々に生きて死んでいく。分かってたのに、分かってたのに。お姉ちゃん、ずっと一緒だから。いつまでも一緒にはいられない。那能让人更为傻掉。でも、これで一つになれる。眼球会掉出来吧？嗯哟，いいよ。这一段的内容是一样的。ずっと一緒だよね。約束だよね。うん、好。感谢参与《灵魂蝶》的剧情跑完了。再找时间再开那个事情，名字是什么？官方认定的结局。
那好像还有一个第三结局，要困难模式。跟这样，娘娘。